来到一城有道学堂，今天呢，咱们要学习的是《足厥阴肝经》上最后一个穴位，叫做七门穴。那七门穴呢，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穴位啊。首先呢，它是肝的募穴。这个募穴呢，就是指脏腑之气输注于胸腹部的地方啊。那肝呢，它输注在就是七门穴这个位置啊。七门就是它的募穴啊。所以呢，很多这个肝的病症也可以通过刺激气门来治疗啊。另外，它还是一个交会穴，也就是气门穴这个位置呢，不仅足厥阴肝经循行经过，还有足太阴什么呀，脾经，还有阴维脉，也就是七经八脉之一的阴维脉循行经过啊。那下面呢，咱们就来了解一下气门穴的位置。气门穴呢，它是位于胸部啊第六肋间隙前正中线旁开四寸啊。咱们在学习这个骨度分寸法啊，骨度折量寸中说过啊，乳头单侧乳头距离前正中线呢是四寸啊。但是这种方案呢，一般只适用于男性或者是年轻的女性啊。那对于其他女性呢，咱们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方法啊，锁骨中线啊，也就是说呢，锁骨中线处呢，咱们说就是离前正中线旁开四寸啊，所以通过这种方法来定位锁骨中线与第六肋间隙啊。下面呢，给大家定位一下七门穴。接下来给大家找一下七门穴。七门穴呢，位于第六肋间隙啊。咱们先可以找到第四肋间隙啊。一般来讲，男性的乳头呢，就是凭第四肋间隙啊。第四肋间隙是指的第四五肋骨之间的间隙啊。那咱们朝下数啊，摸着肋骨数，可以找到第六肋间隙啊。另外呢，这个七门还是位于前正中线旁开四寸啊，也可以根据这个乳头啊，单侧乳头距离前正中线就是四寸，所以这就是七门穴。那女性呢，咱们说这个不能根据乳房来定位啊，一般呢，咱们可以根据锁骨中线距离前正中线是四寸啊。另外呢，胸骨角是凭第二肋间隙或第二肋的，所以通过这样朝下数也能找到第六肋间隙，然后前正中线旁开四寸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给大家讲一下七门穴的主治作用。首先呢，七门它可以治疗胁下积聚啊。首先这个积聚啊，它就是中医中的一类病啊，就是单独的一种病。积聚呢，一般指的是腹部的肿块啊。积和聚严格来讲呢，又是两种不同的情况。简单来讲呢，积有形啊，有实物，而聚无形啊。那积聚呢，咱们一般就指的现代医学中的这个肝脾肿大呀，或者是胃肠功能痉挛呀、梗阻呀，甚至是腹部的一些肿块啊、肿瘤这一类的病症啊。那七门可以治疗胁下积聚，那主要是因为它发挥它的禁制作用，它靠近胁下，所以在这里呢可以起到一个这个理气的作用，治疗胁下积聚。另外七门还可以治疗气喘、恶逆或者是胸胁胀痛啊。其实这一系列病症呢，经常是由于肝气上逆啊造成的啊，肝气上逆所造成的一系列症状啊。肝上逆呢，除了胸胁胀痛啊，有可能会连带着胸部、乳房部都有走窜、胀痛这一类这个表现啊。这个胸胁胀痛呢，还有可能呢是因为肝郁气滞啊，也有可能会造成。那从这个时候呢，咱们就从肝论治。那七门作为肝经上的穴位，还是肝的募穴，自然可以这个疏肝理气、降逆啊，治疗这一系列的病症。那七门还可以治疗呕吐呀、腹胀啊、腹泻这一系列消化道的表现，这也大家应该很好理解了啊。其实之前讲这个胆啊或肝经的穴位也都提到过啊，因为肝呢，从生理功能上来讲，它主疏泄，它和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，还有胆汁的分泌排泄呢，都有密切关系啊。那如果肝湿疏泄，或者肝气上逆啊，或者比如说木成土啊，就是肝气犯胃啊，会导致一系列这个呕吐呀、腹胀、腹泻，甚至还有其他表现，比如说口苦啊、泛酸啊，这
这一系列典型的啊。那最后一个呢，气门可以治疗乳痈，也就是乳腺炎，这个就更好理解了啊，因为它就靠近胸部乳房部，发挥它的局部治疗作用，治疗乳腺炎啊。那最后呢，咱们来看一下气门穴的操作。气门穴操作啊，这个穴位呢针刺起来也有一定的危险性啊，如果针刺的过深呢，容易伤及肺或者是肝啊，肺脏或肝脏。所以呢，一般咱们针刺的较浅，而且采用的是斜刺，斜刺 0.5 到 0.8 寸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咱们学习了一下气门穴啊，大家一定要记住气门穴的定位，还有它的主治功效啊。主治功效呢，是从它所属的肝经循行分布上，还有它是属于肝的募穴，可以疏肝理气啊，调理这个肝的功能上，大家进行总结。好，今天这次课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次课再见。